心才够专心。这世界太多太多预测不了的。哎呦，你的要求就降低一点啦。不可以。我们有太多太多。才三公分，说话。三公分很多哎。反而靠近。真的爱你啦。哇，这里的屋子真的很豪华，我想住在这里的人一定很富有吧。你干什么停车啊？想不想进去看看？你开玩笑吧。喂，你去哪里啊？什么？没关系啦，进来看看，来啊！你神经病啊！这是市场豪宅，你知不知道？喂，哎呀，喂，你去哪里啊？你快点回来啊！喂，哇啊！快点出来啊！喂，喂，工作一整天累死了。喂，你干什么？这是人家家，你快点起来好不好？起来，再起来呀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认输了，我拜托拜托你，快点起来呀！不玩了不玩了。不如我们再玩一个寻宝游戏。又什么寻宝游戏？喂，快点走啦！宝藏。喂，你到底想要怎样？你要偷人家酒啊？还不错，要不要来一点？我不要了。哎，走了啦，走了啦！等下有人来怎么办？有人来早就来了。有没有试过一边喝酒一边泡脚？感觉应该不错。万一，我求求你不要再玩了好不好？等下万一有人来的怎么办呢？这么近应该没人的啦。走啦！泡一下就走了，快点啊！不要再玩了，小爱，泡一下而已啦。哎呀，这拿你没办法。泡下就走啊。哦，是不是很舒服？喝一点，喝就喝。有人来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喂，披上吧。你常做这种事情啊？什么事啊？就在女生私闯豪宅啊。
那就要看跟谁在一起咯。如果是跟你，那没关系。狗灾费，快点走，快点走，快点开车，大门看，走啊，快点啊！来来来，在前面这里啊，这里这里这里，这里停就可以了。你不是住这里，他们不会让你进去的。谢谢你送我回来啊，你还是赶快把车开回去吧，不然被发现了就糟糕了。好，拜拜。等一下，你忘了拿你的高跟鞋。哦，这个不要了，反正鞋跟都断了，你帮我拿去丢掉吧。哦，晚安。晚安。I will be 爱情总是出现在不经意间，在你最狼狈不堪的时候，在你最惊慌失措的时候，在你认为人生已经枯萎的时候，它却悄悄来了。是一场梦，当然呢，这么浪漫又惊险的爱情故事，怎么可能会发生在现实里头？一定是昨天晚上喝多了，才会做这种疑幻疑真的梦。小姐，你的包看来。除了当服务员，我有帮客人停车啊。陈女士，你醒醒啊！人家只不过是一个服务生，只不过是一个替人家泊车的人，就算长得帅又怎么样？他不是你那杯茶，不是，不是你那杯茶。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哎！有没有搞错？抢生意抢到这样，太过分了吧！他啥？连我的女生都抢？哎，不是不是不是 ，Excuse me，Excuse me。他，你怎么来这里啊？老师 ，Danny Cool。哟，为什么你在这里？哦、oh, ，我来开店。开店？这样巧的，我也是开店啊。这舞蹈学院是我开的。恭喜啊！原来你们认识的。我以前是老师的学生。这么巧啊！多亏老师以前对我的栽培啊，今天我能开这舞蹈学院，他功劳不少啊。哎，不用客气，是你的本事。哎哎，你们知道吗？以前的老师啊，在舞蹈界很出名的，很多天后级的歌手啊，都是找他来排舞的。
那是以前的事了。是咯，就是以前的事咯。哎，有一次啊，就是表演啊，出错了，当场呢让那个天后出丑啊。哎呦，在这个舞蹈界不能撑下去，改行喽。那次的出错是一场意外。那莎莎姐那一次又怎样啊？那也是一场意外啊。你的意外可真多哦，是我不幸运遇到你，对不对？总之我还在舞蹈界，我的舞蹈学院就在隔壁。啊，你还在舞蹈界啊？你这样老，你还可以跳嘛？啊 ，Come on， 啊 ，Woo， 哦，啊 ，Yeah。吴先生你好啊，我是一杂志的记者啊。我们听到爆料说，你以前的学生啊，特地在你的舞蹈学院隔壁开了另外一间舞蹈学院来抢你的生意哦，哈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杂志社最喜欢这种娱乐新闻的了，所以说，如果你有什么内幕消息呢，可以尽管报给我们听的，我们呢一定会让全世界都知道。先生，你就是那一位抢吴先生生意的人是不是啊？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哦，莎莎小姐。听说你最近跟一个富二代走得很近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抱歉，我今天不接受访问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来上去上去。哎呀，上面有这么多餐吃，来来来来来，上去上去。来，哎，回应一下，喂。干杯。就算你喝到死啊，隔壁那个迪尼库也不会有一点愧疚的。广东人说，搞石头得冇师傅啊，这个就是我现在的情况。跟这种小人生气，气坏了自己的身体都不值得啊！啊，你就当做买一次教训，下次收徒弟的时候小心一点咯。这么小心，你教我。眼睛擦亮一点，受伤我这样的徒弟。你？喂，你不要看不起我啊！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啊，是名列前茅、很努力的学生来的。我从小就不是读书的料，几乎每年读书都留级，人家中学用六年就毕业了，我用九年才毕业啊。吴有成，天生我才必有用，你读书不好没有关系，跳舞好不是好咯？我最喜欢跳舞啊，我就在跳舞的时候最开心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每年在校庆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在舞台上面表演的，而且有时候站最中间那个的，你知道没有？那你看这样不是很好？你现在还开了自己的舞蹈学院，每天还可以教你的安定跳健康减肥舞。我不喜欢教那些安定跳健康减肥舞啊！你以为我很安心于在这间舞蹈学院啊？我爱了这么多年，才有那一点点的成就，却因为一个天后，为一个小小的失误，让他在所有人的面前出糗，结果就搞得我身败名裂，被人家背格。我不甘心啊！吴有成，我虽然平时真的是很讨厌你，可是我知道你的努力是真的付出了很多。人生就是这样子的咯，有高潮也有低谷，得意的时候享受生活，失意的时候过生活。没有一个人是永远在低谷里面爬不出来的，就好像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一场下不停的雨啊。雨过就会天晴，你挨过了这一段，你就当做比别人多一段宝贵经验，那不是很好吗？谢谢你。你喝了三罐啤酒啊，你得买回给我啊。
哎，跟你说，我昨晚认识了 D&D 集团的二公子，他简直就是标准的高富帅代表，完全的符合了我心目中白马王子的条件。你不要高兴得太早，如果人家条件这么好的话，怎么可能会没有女朋友？你以为我傻的？我已经向 Tracy 探听好他的底细了。 Tracy 人会这么好？如果那个男的条件这么好的话，那 Tracy 为什么自己不要啊？ Tracy 已经有了目标，哪里还会跟我争呢？他还说 Harry 现在暂时没有固定的女朋友，怕的都是一些闪头而已。哦，原来是一个叫 Henry 的花花公子。喂，你不要这样说人家好不好？人家是有钱啊，身边自然而然会有多一点点的女人，那有什么好奇的？如果没有呢，才奇怪。这就证明他很久可能是 gay 的，那你的好姐妹就没有机会喽。那你说了这么多，你跟他现在又到了什么阶段呢？啊哈，我们就聊了两句。Oh please， 就这样啊？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啊，虽然我们就只聊了那两句，不过我们还挺投缘的。我不小心弄脏了他的外套，谁知道他一点都没有生气，还把外套脱出来送给我当纪念，这一点就说明他对我是有好感的。啊，还有，我从薛喜那边拿到了他的手提号码，说不定我很快就可以上岸了，从此过着少奶奶的生活，无忧无虑的。嫁入豪门有什么好？很多嫁入豪门的都没有好结果，不到四十岁呢就已经离婚了，到时候你年华老去，他见异思迁，你还不像抛头露脸啊？你根本就在嫉妒我嘛。哎，那你怎么样？是吧，你很早就离开了我，是不是也掉到什么猎物啊？猎物？昨天来摄影展的全部都是来寻找猎物的豺狼，我们才是他们猎物好不好？真的一个都没有啊？一个，这很重要吗？反正我杰森在，很早就会了。喂，一个那么好的机会就这样给你白白浪费掉啦。喂，我，你要吓死人啊？那么容易就吓到啊？你干嘛那么晚啊？店里多人啊。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晚上我们说的事情啊？嗯，你是说长期饭票的事情？你找到了？哪有那么容易？只不过我最近浪漫邂逅了一个男生，哎，而且他给我的感觉还不错。那好啊。只可惜他的条件不在我的名单里头。你有什么条件啊？我说出来你不要笑我哦，有哪个女生不希望自己的另一半是高富帅啊？你条件这么好，很正常啊。而且对方还超过180，你想想看，我这么喜欢穿高跟鞋，这样和他走在一起才匹配啊。干嘛？幸好我们不是男女朋友，没有再拍拖，不然的话我要到处找阶梯啊。为什么？他可以站得比你高啊。幸好啊，我们不是男女朋友，没有再爬拖。我提醒你啊，他条件这么好，可能已经名草一主了。是哦，不过说真的，我那天认识那个男的，他的条件的确很好，哎，有高度，有样貌，又懂得浪漫，只可惜就是穷了一点。既然你那么喜欢他，就给他一个机会啊，可能相处之后你会改观呢。我不可以只是看感觉啊，这是现实的社会，我不能只是因为爱情而不考虑以后的面包吧。毕竟对方将来有没有钱会影响到我终身的幸福。哎，条件只是一时，相处是一辈子的，你怎么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幸福呢？你不是女人，你不知道的啦。喂，啊，是你？明明，不会吧？
no！ 那我先跟你说啊，弄什么落臀落点，还是全裸床上戏，我是不会接的。请坐，请坐。是这样的，我特地打电话叫你过来，完全了解你的不能接受，并完全接受你的不能接受。那你还叫我来干嘛？对，这就是重点。上次你来 casting 的时候的 video 被我们一个新客户看到，他们想找你拍个新产品。新产品？新产品。新产品。对，绝对闻所未闻、见所未见的革命新产品。那那那，先说好啊，那种什么剃手、剃脚还是剃肾之类的，你不用找我，我是不会接受的。No！我找你来，当然要你当女主角嘛。女主角，女主角，不是替身，是替身，不，不是替身，我人格担保。No！再用力点，啊，再大力地摇。对了，就是这样。玻璃镜子，污迹难除，拿你命三千，明艳照人。古董花瓶，污迹难除。拿你命三千，如沐春风。家具摆设，污迹难除。拿你命三千，酒逢甘露。三千都不知道啊，是拿那些顽固无忌的命三千，还是拿我的命三千呢？哎，拜托你不要再埋怨的啦，能当上广告女主角那是几世修来的福啊，等你的广告出街以后，很多人就会认识你，到时候广告自然而然就会多了啦。啊，我都不知有几羡慕你啊。希望吧，那我的辛苦才有价值。哎，轻点，轻点。哎，不是过，什么事啊？我在这个二手货的拍卖网站上，好像看到你之前被骗去的包包。哎，啊？什么？我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啊，不是很像，是根本就是。你看这里还有签名的，这个签名呢是这个设计师亲笔签名的，全世界只有30个，不可能这么巧的。我也觉得事有蹊跷。哎，你马上 message 这个卖主，我们现在呢就要来个引蛇出洞，人赃并获。Yes, madam。玉山，真的是你哦？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哦，我是这家健身中心的会员，有时候他们人手不够的时候，也会叫我来这里做教练的。真没想到，你也来这里做健身。我们真是有缘啊，这仿佛就是上天巧妙的安排嘛。其实我是第一次来的。我第一次，第一次就让我们碰到了，这不是缘分是什么啊？我们的命运就像锁扣一样，已经紧紧的扣在一起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是一个敬业又专业的舞蹈老师， Keep Fit 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你第一次来，很多健身器材你应该不会用吧？让我来教你，我也可以免费当你的健身教练，怎么样？不用了，其实我不是固定时间来这里的，而且呢我今天来只是按摩而已，我下子了，拜拜。等一下，相请不如偶遇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吃饭？你不是要来健身的吗？哦，我肚子痛，不健身了。肚子痛还吃饭？哦，我是胃痛。哎呦，好痛！我要吃东西了，胃痛啊，胃痛啊。那好吧。玉山，你知道吗？我有一个梦想，就是和你一起去旅行，去一些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，不带行李，不带背包，没有电脑，没有手机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。你知道吗？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，就是可以和你一起变老。一起捕捉最后的流星，坐在山顶上，吹吹风，聊聊天，谈谈音乐，随便做什么都可以。就好像现在这样，在楼下的泳池旁，在这个浪漫的夜晚，
吃着我亲手煮的 spaghetti， 喝我亲手泡制的饮料。经济又实惠，你开心吗？你爱我吗？我可以亲你吗？刘晨。怎么痛了一个人啊？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May。 哦，你好你好，不是说要去吃饭吗？走吧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们三个人啊。哦、oh， 我是玉山的好姐妹，她无论结交什么朋友呢，都一定会询问我的意见的，要经过我的同意的才可以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三人一起吃，你应该不介意吧？哦，不介意，哦，完全不介意。啊，我知道这里有一家海鲜餐馆，挺不错的哦。海鲜餐馆？嗯哼，价钱不会太昂贵，只不过高档一点点。哎，其实我知道附近有一个大排档，他们的东西很好吃的，很有特色的。吃东西最讲究是什么？色香味俱全，什么装潢那些，其实都是虚有其表的，不重要的。走了啊！请问有什么好介绍的？我们今天早上呢有新鲜运送到的澳洲生蚝，你们要不要试一试？生蚝？澳洲生蚝啊，好啊，我们最喜欢吃生蚝的。我看是就来两打吧，他一打，我一打。今天我们就只吃生蚝。好的好的，那先生你呢？哦，给我这一份就行了。这一份？对啊。先生不好意思，这一份是欢乐儿童套餐，只招待儿童的。 Excuse me， 为什么大人不可以吃儿童套餐？上面又没有写明只招待儿童。其实我的样子是大人，心里面是藏着一颗天真无邪、浪漫唯美的赤子之心。我要吃儿童套餐行不行，狗狗？可是哦，可是什么？叫你的妹妹进来见我。先生你不要生气啊，我帮你下单就是了嘛。叫你的妹妹进来见我。算了，有成，反正他都已经帮你下单了，你就不要再为难他了，你去下单吧。今时今日这样子的服务态度是不对的。打开门做生意，顾客永远都是对的吗？ Am I right？ 肚子痛了，我先上厕所吧。喂，两打，你吃得完吗？吃不完就打包回家啦。你，好，放心，我不会要见你的 manager 的。我跟你讲，其实哦，我那两个朋友对生蚝非常的敏感，每次吃了之后，身体都会出红疹，痒到半死啊。所以，他们贪吃又戒不了口，每次我劝他们，他们又不听。然后。他们每次吃了生蚝养到半死，然后去看医生，很破费咯。我讲到这样，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啊？哦，你想我怎样帮你？幸亏你明白我想表达什么。等一下你跑回去跟他们说，今天生蚝刚好卖完了，那就可以了啊。可是这样不太好吧？那你的 manager 好不好啊？啊， OK OK OK， 你想怎样就怎样啊。卖完了，你刚才不是说今早有新鲜运到的生蚝吗？现在才几点呢、啊？怎么那么早就卖完了？哎呀，没有生蚝就吃其他的啊。对呀、啊，这家餐厅这么大，肯定还有很多好吃的，不一定只是吃生蚝的啦。亏人家还满心期待的。威德，请问这里还有什么好吃的？其实这里的沙拉也很不错嘞，是最便宜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是最适合你们的啦。你们当模特儿的一定要注意饮食健康，不能够太过油腻。
你们的身材 keep 得这么 fit， 其实真的很不容易了。其实哦，我们店里面也有神户牛排，也是不错的。神户先生，我们还没有讲完。其实哦，也是今天刚到的哦。好啊，就有神户牛排。玉璇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其实我也没有吃过神户牛排。好，去来两份神户牛排。如果再来一瓶82年红酒，那就 perfect 了。82年的红酒 ，lovely！ 我就要那瓶82年的红酒。好，先生，你要不要来一份神户牛排呀？我很专一的，我还是要欢乐儿童套餐，行不行啊，哥哥？当然行。哎，神户牛排果然是名不虚传，肉质鲜软有弹性，吃完后齿甲留香。哎，果然不是盖的哈，其他的牛排根本就没有得比。哎，200多块一份，也不会算太贵吧？哈。不会不会，谢谢你啊，有成，请我们吃大餐。啊，不用客气，能够请两位大美女吃大餐，绝对是我的荣幸，也是我前世修来的福气嘞，我应该谢谢你们才对。啊，那既然是如此，明天晚上我们再一起吃吧。我知道这里附近有一家法国餐厅，挺不错的，超棒的。哎呀，明天晚上我不得空嘞。我真的很想去的，真可惜啊。好了，原本呢是想说明天晚上我和玉三想请你吃的，既然你不得空，那就算了吧。走了。玉三啊，玉三，等一下我们去哪儿？我很累了，要回家。回家？好啊，没有，我们先走啊。哎，等一下，今晚我和玉三有事要做，他竟然不回家了。不回家？你们去哪里啊？去我家。玉三走。拜拜，拜拜。吃了我1000多块，今晚竟然要我吃自己。喝咖啡啊？哦，是啊。一杯摩卡。哎，怎么样啊？上次你说了那个男生，还有再见到他吗？走了，有缘无分。说什么？喂，妹，什么事啊？那两个骗子终于回复我了，既然很大胆的约我在餐厅见面呢。真的？嗯。哎，那该什么时候见他们呢？现在，马上。如果他们把我的包包卖掉的话，那就惨了。我先来。哎，喂，发生什么事啊？骗我包包那两个骗子上钩了，我下一个案子要去抓骗子。就你们两个女生啊，很危险的。我陪你去吧。这次我一定要把这两个贼男女绳之于法。走。先生，你的咖啡还要吗？不要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钱呢？钱呢？走。谢谢啊。没人的，应该还没到吧？子祥，你开快点吧！这条路有速度限制的，我已经开很快了。我们现在要去抓骗子嘞，万一妹她出了事，那怎么办？你快点啦！好，我尽量啊，我尽量啊。小姐，
请问你要喝什么？怎么是你啊？小姐，要吃点什么？我走着拿。想引我们上吊，没那么容易。在哪里啊？不是的。怎么只能我一个人啊？那两个骗子呢？我的爸爸呢？走了，连我的包包和手提都被他们带走了，都是你啦！我开车开那么慢，你看妹她出事了。我已经开很快了，你还嫌我？现在怎么办啊？不行，我一定要为我的 LP 讨回公道。他们走去哪里了？那个方向，那里。喂，玉山，今天生活不错啊。哇，这个包包我要啊！这手机我要啊！给你了，给你了。哇，好多钱！来来来。一人一份，我分你的，我的，你的，我的，你的，我就是他们两个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你不要放手啊！喂，我的 LP， 不要走，不要走！霞，撞到人了，没办了 ，LP， 哎呀，二人先告状，你霞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搞错？我没长眼睛啊，还没有看到我在推车吗？突然跑出来，你才没有长眼睛。子祥，妈，妈，哎呀，怎么这样久的啊？他不会有什么事吧？啊，医生出来了，医生，我儿子怎么样了哈？情况很不乐观，伤者的伤势严重，而且大量失血，急需输血，但医院血库里的血又不够。那抽我的血吧，我是他妈妈，我捐血给他是最适合的。你抽我的话，你要多少你拿去。就算是亲生母亲，血型也不一定适合，适不适合还要验了血才知道。那抽我的吧，我是O型血，什么人都适合的，抽我的。你们冷静一点，伤者需要大量的输血，一个人的血恐怕是不够的。那你帮我验血啊，看适不适合。我的不用验，抽我的，马上抽我的吧。抽我的，抽我的吧，赶快抽我的，抽我的，抽我的。抽什么？子祥，捐血给你啊。医生说你大量失血，需要输血啊！你来评评理，我是你妈，应该是由我来输血给你，有什么理由由他来输呢 ？No， 那子祥，你说句公道话，你是因为我才会受重伤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一开始捐我的血是不是？医生，捐我的血，抽我的血，医生，抽我的，不是，抽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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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哦，儿子，你不是应该躺在急救室里面的吗？你不是受了重伤吗？医生只是说我左脚骨裂而已。里面的病人情况还是很危急，请问你们哪位要进去捐血？儿子啊，你说他在这边躺着啊？啊，谢谢你，谢谢啊。护士，他几号病房啊？309，309，护理啊，护理啊。妈，你干嘛？儿子，儿子，那个女生是谁来的啊？跟你什么关系啊？你是说玉山啊？玉山啊，哇。名字不错啊，蛮好听一下。哎，什么关系啊？我们只是普通朋友，刚好他也住在有成家。有成家？啊，你们住在一起了？不是啦，我只是暂时把我的房间给他睡。还睡在一起啊？不是，我房间让他睡，我睡在客厅。啊，也对啦，也对哦。你们还没结婚吗？啊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啊，那个玉山是做什么的？他是模特啊。模特啊，难怪长得那么高，那么瘦，那么漂亮啦！儿子啊，很有眼光啊你！哎，妈一直担心啊，你不正常啊，二十多岁了还没有谈恋爱，没想到你人小志气不小啊，宁缺毋滥，果然有远大目标 ，very good 啊！妈，你说到哪里去了？每次我身边出现什么女孩子，你就胡思乱想，我跟她只是普通朋友。话不是这么说的啊。现在是普通朋友，不代表将来都是普通朋友吗？我们现在已经住在一起了，就是一个好的开始。所谓近水楼台，儿子啊，加油，迟早变成情侣啊！人家条件这么好，怎么会喜欢上你儿子？喂，你是不是我儿子来的？女孩子是追回来的，不是等回来的。你喜欢人家就去追啦，不要在这里等。除非你不喜欢他。那，你看你这个样子，就知道你对他有 feel 啦。不是啦，我都没想过这个问题。你是我儿子，难道我还不了解你吗？刚才啊，你为了帮他不顾一切冲出马路，这么拼命的事，你以前不会做的。你是一个很守规矩的人，
能让你不守规矩的就是你喜欢的人。别再说了嘛。不好意思啊。你们在谈些什么？没什么了。医生说你还需要留院观察几天，我刚刚已经帮你办好手续了。谢谢你啊。谢谢你啊，玉山。不客气。玉山啊，你跟子祥认识多久了？其实没有认识很久啦，我跟他没有很熟。哈哈，不熟没关系，一次生两次熟嘛，不熟讲到熟了。我这个儿子啊，不是我要说他，他的个性从小就木讷呆板，从来呢就不会讲甜言蜜语，不像其他男生为了讨女孩子的欢心呢，就讲一大堆的花言巧语，到最后都没有一句是真的。子祥从小就不撒谎，对感情又过度的认真和专一，所以到现在都没有正式的泡过拖，我怀疑他还是处男。你知道一个人的孤单，忽明忽暗，喜欢真会沮丧，爱上的感觉怎么这样，飘着飘着回不了家。我记得拥抱时的紧张，手心的汗，快乐的很自然，一天一天换的幻视中期盼，我的幸福在你的方向盘摇晃，是你把我变得更勇敢，有爱就要追赶，来日不方长，是你把我变得更疯狂，哭和笑太嚣张，折腾直到天亮，是你把我变得更简单，有你就能抵挡每一场灾难，谁叫我就只能这么想，不然还能怎样，是你把我变成这样。